晚报》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，主持啤李林康正，同你分析时事，狂追猛打。咁你出嚟冇用噶噃？好，今日我哋即係今日星期五嘅最正分析，我哋撳翻嗰個戰嘴先，唔係出啊嘛。咁我哋可以睇到最新嘅佢留言，咁啊撳翻向下嗰個佢戰嘴。咁啊頭先咁啊遲咗幾分鐘咁有啲技術問題，咁啊本身我第六節咧嚇。唔係我遲到啊，唔係我遲到。係啊，咁啊大肥就準時嘅，咁啊我都知不嬲佢準時嘅。咁啊我都心哎呀唔記得再 send 一次地址，不過唔係喎，佢咁穩陣，佢一定會記得個地址。大佬啊，唔使啊，認得呢度落去問下低個阿叔啦，話啤李萬夢話咁出名，你卒之揾。对咗啦，咁样系咩？系啊，个阿叔都我、哦、即系留下佢看更嘅。系，冇错冇错。佢个看更今日系南亚裔喎。系啊，啲中文唔差喎。系啊，系啊，好啦吓。咁啊，即系都系想讲咩？头先我哋本来好多片啊 ，download 时突然间冇晒声，所以就搞咗，其实五点八开始搞，而家终于就。找到個問題所在啦嚇，咁啊唔好意思先，嗱今日揾咧阿大肥嚟，咁啊當然即係都有咁啊頭兩節講下新聞啦，咁啊第三節講下我哋嗰啲即係網絡傾下偈啦，咁究竟依家唔係唔好話23條啦，平時啲媒體做評論嘅或者網媒可以點樣做啦？點樣做啊？即係我即係嗱，即係咧我有幾個月冇嚟啦，咁你而家你見到你哋嘅陣容同我哋好慚愧，因為咧而家咧我直頭咧用最簡單最低嘅成本咧就係 iPad 做。自己一個人撳就算，即係你仲肯投資做網絡嘅咧，你同啤李都算係咁啦。嚟到見到包括賣嘢嗰樣，哇！同上次嚟係兩件事。你睇下啲 panel 啊，製作人員同我哋唔同，即係我哋，唉，又唔係揾錢嘅，真係唔係揾錢嘅嘢。今時今日係真係唔收口啫，即係覺得香港人。即係我成日都話啦，我捍衞我自己嘅言論自由啫，因為我一出世就有嘅，咁我唔認為而家我冇，咁我就唔理各樣嘢，咁其實就係咁咯。但係你話仲要擺咁多即係錢啊，或者推咪啊各嘢，其實要做幾多先至維得到咧？因為而家都知道啦，我喺 Facebook、YouTube 賣廣告，咁我哋唔係賣頻道嘅，咁但係當然經過我哋頻道去賣。YouTube 同 Facebook 都禁咗我，即係我俾錢去賣廣告賣，即係譬如好似賣我哋啲濕條文啊嘅廣告，佢都唔接受。你擺片咪擺片咯，連咁你話幾難做？我甚至咧，我開咗條叫私密頻道嘅，俾幾條女啦，即係好咁政治化啦，咁啊俾佢哋。做啦，咁啊個個靚女青春靚麗啦，講下啲女仔咁啊，當然冇當日嘅巴拉沙咁勁啦，咁但係都會講好多男女嘅問題啊嚇，各樣嘢。我喺 YouTube 開一次唔同人開頻道，佢 ban 我一次 ，ban 到而家唔好開啦，唉，不如算啦，咁樣嘅。你話有咩得做？嗱 ，YouTube 嗰啲就真係，唉，真係唔好講啦。留翻第三節啦，係啊，第三節就真係再探討一下。好啦，嗱，先講第一節咁啊，依家就上邊話五一黃金週啦，跟住香港成扎啲零售業啊，嗰啲旅遊業業會都話，喂，食粥食飯，就睇依家五一黃金週咁啊，又話多唔多人啦，少唔少啊？你有冇留意到其實由即係星期三無啦啦勞動節咁唔搭八，即係等於清明節快樂啊！勞動節就放煙花，好似講到啲煙火係得個煙啫啊！咁啊都做火嘅，係啲人睇到一肚火啊！想燒唔燒就話你詐騙啊！咁啊，你有冇即係留意到呢幾日嗰個市況係點咧？嗱，其實咧，我五一我又出去睇戲啦，到去睇九龍城寨啦，即係點都好啦，啊蛇王幾粒鐘都去，旺角有啲人戲院爆棚，呢個係事實嚟嘅。但係我睇完戲之後咧，因為咧我本身要過銅鑼灣啦，即係崇光嗰度啦，去到嘅時候大概8點鐘，又係水靜鵝飛，哇！真係八點鐘已經水靜鵝飛，係啊，我就係喺咩即係二順雙皮奶樓上間法庭屋，我約咗個朋友喺嗰度傾啲嘢。8點鐘，已經水靜鵝飛，條街冇人。咁你話五一黃金週係咪得咧？嗱，呢個第一啦。即係落黑道嗰度係嘛？唔係，係落黑道啦，落黑道嚇，即係二順啦，即係直走。係啊係啊。鳳岡地鐵站嗰度係最旺嗰節㗎啦，係嘛？但係你係見到仲好喎，我因為我揸車去，咁揸車你都知啦，你唔好講叉牌先啦，係一位即係你
圍拍都好啦，都一比難求得，去到我一蝕牌就停得低錢。咁你係究竟驚抽牌啊，定點咧？咁真係唔敢講。第二就係咧，我30號嗰日，咁我又係即係話，都俾自己放翻個小假啦。4點鐘我收咗工，咁咧我習慣咗咧就去深水埗啦，即係去北河街啦。跟住我咧又入咗西貢，即係兜個圈，我中意喺架車度諗嘢。西貢7點零鐘，喂，30號假期前夕好多人去㗎，係咪啊？你話落大雨啫，但係你見到嗱最出名最多人傳記啦，永遠都係啦，係咪啊？一半台坐滿，喂，有40幾算好啊！喂，大佬西貢喎、啊，40幾喎、啊，喂，我喂4月30號喎、啊，係幾咁驚人啊！即係你望到就係咁，你話好旺咩？除了一套九龍城寨即多人看之外，那你說那些人去了哪裡？哇，你只看回，不要說4月30號啦，正式說5.1啦，5.1說今天我看大公報的標題，哇，大公報，哎呀，即是肯定是如實申報，旅客大讚40萬人即入境香港。首先我想問大公報個放煙花旅客大讚，我不知道它是慢還是怎樣，有一兩個讚的，但絕大部分呢都屌柒你，又詐騙，又說明明政府啊，我張圖啊，即那個示意圖很漂亮的、啊、宣傳圖，為什麼我們出到來拍就全部都拍到煙了呢？第二啦，你說40萬人入境是，但原來大陸客呢只有17萬多而已，香港人北上的人士啊，就是五一啊，都19萬多。當然你說即 有些落翻嚟嘅係即日，因為5月2號係放假啊嘛。係啊，冇錯。你即日佢落翻嚟，我你大公報專登佢取巧啦，係嘛？喺嗰個標題度唔講有40萬人有入境嘅幾多係大陸遊客，原來都係少過香港人北上。咁有咩好講咧？我仲有喎，阿大肥，香港人北上咁啊，喂，隨便揼下骨啊，又食下嘢。總之一人均消費1000多元啦。咁啊，冇千零都幾百啦，佢最少幾百就都問噶啦，因為香港人上去嗱，即係佢哋做香港人生意啦。咁香港人，你正常嚟講，飲個茶其實平過香港幾多嘅。咁你譬如去揼個骨啦，即係你唔好嗰啲乜乜啦，閒閒地要俾小費嘅場，你都要1000多百嘅，唔好計種牙呢啲啦，係咪先？消費冇1000多元一個頭係做唔到。但是他上高下來100元而已，真的，現在他鬥便宜，我想他之前想不需要寫什麼300啊，300多，我便宜過你，300多，我還便宜過你，現在那些100多，有些100，受訪問都100了，我們逐張那些照片，大約現在那些小紅書的遊客，他來些什麼呢？來去打卡啦，來行山啦，行山我看他們受訪問，行完山就回上去了，是啊，你看到的，是不是去拜神啦，去打卡啦，去麥理浩徑啦，哇，真是刺激香港消費，那你做什麼網紅打卡點啊，什麼繽紛呢？那你直接推廣我們香港的這些這樣的行山徑就夠了。喂，但推廣行山徑我都不是那麼想啊，因為很多時候行完之後呢，雖然香港人都有很多都是這樣的，垃圾多到啊，喂，前排是不是自己有行完山都拍過垃圾，一看哦，農夫山泉雖然香港人都可能有些新的都會買，但農夫山泉香港西分不是那麼容易買，即不是那麼當眼的位置，那麼多的農夫山泉是連樽水啊，跟你說都不給你啊，不益你啊，真的，那再不是不知道他哪裡買了，那真的很奇怪的，那還有那有些好少少行完山吃過晚餐茶餐廳不好的，直接他回上去幫襯得你些什麼呢？幫襯你是不是那些即兩程車咯，三程車咯，咪就係咁咯。唔係喎，你唔好忘記喎、哦，人哋話喎50元任搭喎、哦，係嘛？最新嘅套票係50元任搭喎、哦，幾得人驚啊！50元任搭啊！即係話而家大陸出一張，即係你落嚟香港，你可以申請一張八達通，50元當日任搭。哇！咁你去邊度都掂啦，係咪掂曬？啊！喂，大佬啊，你而家大陸落嚟香港都20幾、30元一程啊嘛，來回咪得啦，其他嗰啲即係免費，全面，即係諗到咧，即係連拗着數咧，我哋成日都話啦，呢個世界咧得兩種人咧，
係唔諗住使錢嘅，仲諗住揾翻多少著數嘅，一個就係乞衣，一個咧就係和尚。屌你老味，佢哋就係呢啲人，佢真係落嚟。總之我唔使，想辦法嗱，你邊度有優惠未去咯？咁政府又話啦，係補貼你每一個遊客啊，我唔知實施咗未啦，200蚊，咁就掂啦。佢哋寫100啫嘛，左口啊 ，S 就話即係人佢咁樣，佢提出到補貼你咁啊，黐撚線啊！咁啊，100蚊可能佢就咁食兩餸飯啊，茶餐廳一餐，可能甚至唔係食飯添啊，食個包加杯奶茶，可能20蚊、30零蚊，咁咪搭車翻上去得呢啲？呢個窮友都好多藉口啊，感受一下祖國的土地。喂，阿洪生，你去呢、這個我都話去海心威感受啊嘛，去釣魚島 ，OK， 去呢個螳螂烏龍海，係啦，呢個湖南黃岩島，香港感受咩祖國的土地啫？你咪黐撚線呢啲，即等於我俾記者問到誒冇嘢好問，唔通我講我嚟使50蚊咧，食任大嘢都唔食咧，咁啊八感受下祖國的土地，係嘛？即你令到即係佢哋咧喺深圳使呢個錢都唔得。但是他們就特登來我就感受說你香港貴嘛，我就告訴你怎樣可以窮、即是他們的想法不是他們要花這些錢，而是我要告訴你我威就是嗱，你聽啦，我花100蚊有本事斗領都不用，還可以找到香港人笨賊，那屌你想就是他們心想的東西。還有你行山還行山，除了說不要亂拋垃圾之外，不要 又在腳我們的沉香樹有這樣啊，他又即是那樣，還有現在都說真的喂，好似日本都話好多朋友啦，啲原因就好簡單，個經濟唔好啊。可能以前屌咁啊，一樣有窮遊係嘛？但係至少經濟好啲時候，佢上邊一班係嚟到揮霍嘅，我去個金鋪、珠寶店，去啲名牌店係咁掃。但係依家冇啦，有錢嗰班咪依家全部窮到窿，你借睇碧桂園啦、恒大可能都走去好撚多數。咁啊，嗰啲落嚟就冇錢使，結果全部都變窮遊，而原本窮遊嗰啲就更窮。過夜都唔過夜，係啊，咁但係好嘅，嚟香港嘛，起碼唔使揸架車喺高速公路塞幾個鐘，跟住仲要佢排隊充電排一日先至充到電。喂，落香港筍啦、啊，係咪先？又有肉補貼又要剩，俾我都唔留喺大陸啦。大陸你大啦，又貴，去啲景點又要收費，香港免費噶嘛，係咪啊？仲可以屌鳩你啊嘛，大陸唔可以屌鳩你啊嘛。五一黃金週去九寨溝啊長城係逼諗到咧，佢沙甸要唔帶俾黐黐住個仔，又要喐唔到喎。係就要俾錢揸車嗰啲，你公路係啊，塞你幾粒鐘？喂！要唔使去廁所啊？係啊，佢仲咪仲揸電車喎、啊，行行下冇電，屌想充電充唔到，入唔到油噶噃、要充電裝嗱，所以佢哋係醒目聰明嘅，即係知道咧，只有香港人今時今日仲俾你，唔係香港政府仲俾你揾笨賊。咁啊，香港政府咁啊，唉，我哋再睇，即係佢然後啊，咁啊，再睇佢哋係嚟到我哋幫襯嗰啲咩？呢、這個好笑。龍屋啊，風雷社咁啊，佢喺小紅書就叫做龍屋風雷社，好似個名就好型、好浪漫啦、啊，甚至啲人評價到高，我相信評價高咧係自己佢賣廣告。諗下要接墮到嚟啊，香港都慘啊，要住龍屋啊、棺材房啊、以前板間房啊、劏房啊，依家佢落嚟，我屌你，因為喂咁啊，唔係唔過夜啦嚇，120蚊咯，一夜夫妻咯，就咁將龍屋嘅牀位咯，佢揾乜佢行李啊嘛，佢又佢冇所謂啦。即係依家你話諗下，連幾百蚊賓館啊，麗晶大賓館都嫌你貴。係啊，半島大酒店隔離都冇，真係喂！重慶大廈真係慘㗎，因為咧最影響重慶大廈，即係咧重慶大廈已經出名咧，就係專招呼呢啲窮㗎啦。咁、今時今日佢都冇得撈，就係120蚊。啊，在旺角話係好近地鐵啊，交通方便啊，樓下好多食肆啊。你諗下，即係咁啊，但我哋都要多謝。點解咧？最少佢唔係做物難民啊嘛，最少佢唔係排隊咧，同我哋爭嗰啲老人家啊，同露宿者爭啲免費飯盒啊。最少佢唔係即係去嗰啲公共浴室啊，去沖涼。喂，唔係之前咩叫特種兵佢旅遊啊嘛？我唔係呢只啊，咁幫襯你120蚊佢過夜，仲多謝我啊？喂，呢啲係香港政府啲官嘅講法嚟嘅，窮友都要多謝佢啊，即係多諗謝曬。啊，即係咁都好啦，即係叫做。有貢獻啊嘛，120蚊哇嚇，即係有呢、這個真係有貢獻啊嘛。但係你睇呢個東莞旅客，東莞人啊，咁我唔知佢咪真東莞人定假東莞，東莞人係大把錢啦、啊。咁、但係話暫時淨係食玩玩，唔會花好多錢，人均花費100蚊。多謝多謝。
喂，就一百蚊嗱，你話頭先五十蚊佢又唔答啦。喂，可能仲有五十蚊，真係食一餐麥當勞，再食埋個芙蓉雪糕，夠啦！奢侈免費。阿媽，如果車錢免費就得，如果車錢仲要俾嗰幾十蚊嘅話，頂你個肺，你就即係實際使五十，咪寫一餐咯。所以你話點寫，我就好唔中意佢政府啊，咁啊，旅議會啊，你發哥成日講人次係幾多啊，幾多次你大公報啊，幾多人咁啊，大陸客佢入境啊，但你要講話人哋平均消費係幾多先得㗎，同以前佢對比係嘛？依家呢啲唔係你唔好以為個別喎、啊，係真係好撚多都係咁喎，之前三百都誇張，依家真係你睇下。一百嘅大有人在、啊、不過咧，我贊成佢哋嘅，贊成佢哋某一樣嘢啦。屌你老尾，最緊要咧就捕捉到啊，即係話林鄭月娥嘅行蹤，去到埋揸個兜就有五百啦，係咪升曬啫？真係，唉，你諗下，真係咁啊！呢啲咪以前公路係三百噶嘛，小紅書係啊，依家一百噶啦。咁啊嗱，你景點，但係我哋再睇下啲人去追邊度嗱？呢個係我今日嘅晏晝影。你晏晝影啊？係啦，嗱喺旺角咁啊，邊度算多啲人咧？嗱咁啊，去啲小食店啊，可能有啲依家係去小紅書咧落廣告或者人寫咁啊，一出名咁啊，啲人就會即係走去排。嗱呢間小食店平時夜晚香港都多人去幫襯嘅，但好少晏晝咁啊都排曬隊。嗱都證明呢幾日黃金周的而且確係唔少人。呢個係旺角嚟八公係嘛？旺角係啊，即係橫邊之前唔係八公呢、這個。頂咗翻嚟冇幾耐，係啦，咁啊隔離咪咩咯？嗰、那個佢死場咯，佢德法咯，係啦，咁啊隔離就德法嘅即係死場入口啦。你睇下，咁啊呢啲一定係咁啊人哋最多就幫襯你食翻一串魚蛋、一串燒賣，咁啊仲有我見最多人排咩咧？芙蓉雪糕車嗱，平日可能得十個八個，週末都要大陸客十幾個，今日係咩六七十個啊 ？L 字位排曬。咁咪嘥可以浪費到時間咯！嗱，你睇嗱，我食到名店噶啦，咁啊排隊咪排隊，為消時間嘛，咪淨係篤一串之後唔知點撚樣噶嘛，冇錢去。依家先係佢幫襯呢啲，我哋再睇張相。嗱，呢個叫咩咧？前排好多人排嘅蜜雪冰城，人哋就話俾你聽啦，誒大陸客嚟到咧，係唔會同你特別排翻呢啲咁嘅蜜雪冰城。你啲大陸嘅品牌有，但如果對比我要排。軟雪糕對比佢排香港嗰啲特色啊，肥姐又好，燒賣魚蛋乜都好，呢啲就冇人咯。係啊，其實如果你真係得嘅話，嗱，即係好似嗱旺角啦、豉油街，咁、我成日都幫襯好好食煲仔飯嘅。咁咧嗰條街最新嚇、啊、做茶飲嘅，即係呢啲咁嘅飲品嘅話，已經有七間，短短一條街喎。嚇、未唔係話豉油街好長喎，就係、是、好好嗰節街，即係話女人街。啊、一路去到誒、肥姐嗰條啦，即係、就係嗰橛仔有七間，其中有五間都賣手打檸檬茶。但係嗰啲就翻嚟幾好賣喎。咁但係冇人排喎。但係冇人龍㗎，即係近期咧，我成日都喺旺角噶嘛、嗯。林香玲咧，即係話：，哎，我哋香港上市啊，我哋未來開十間啦，話、一日咧賣一千杯，我真係咁樣都唔信啊！嚇、啊，呢、這個真係啊！我話一日一千杯，一間店係好犀利㗎啦，一個鐘頭。一百杯，即係十個鐘啦，做唔停㗎，真係。但係有冇啊？冇啊嘛！我自己喺度目測啦，即係睇喂，其實真係靜，即係啲香港已經淪為咗咧，即係大陸嘅人咧嚟玩上市嘅遊戲，就是、最緊要開，即係好似咩元記雲餃啊，跟住你見到錢大媽啊，蜜雪冰城啊，你留意一下佢哋好快脆資本運作開一大輪。跟住咧就諗住上市，即係好似百果茶一樣。屌、你老母！一上市跌四成，你咪咁咯。你係完全感到㗎，即係有品質嘅嘢，你冇宣傳小紅書，好似威威小食，我早幾日先至啊買咗兩兜，買咗兩兜啊，因為我自己評佢啦，即係話煎釀三寶。啊，即係我覺得佢係香港排名 number one， 所以應該旺角真係要幫襯威威小食。真㗎，唔係講笑啊！嚇，但係你見到嘅其實佢哋冇大陸客㗎，落嚟唔會諗飲你呢啲咁嘅，即係咩林香玲㗎嘛，同埋大陸幾錢啫？你唔通你喺大陸蜜雪冰城收你廿幾蚊杯，你要排咩？嗱，我大陸幾蚊嚟到呢度，即係唔好話幾十蚊啦，可能有啲二十幾蚊，人哋唔會啊嘛。不過有啲人都會照排嘅，譬如新嗰啲啦，或者一啲香港依家啲後生啲㗎啦。咁啊，再唔係同埋依家鬥咩咧？喺小紅書賣廣告，
哇！成為咗風氣之後咧，就多唔排啦。咁啊，呢啲袋話幾百蚊一個，唔係唔消費，但係呢啲都幾百蚊個袋，佢好個別噶啦。但係以前人哋買係幾萬蚊一個袋啊，依家落到嚟係買幾百蚊，即等於我哋香港人不嬲都不上啦，不嬲一到長假期都有旅行噶。但係點解依家香港嗌曬救命啊？係因為有錢嗰扎一債就移咗民，一債經濟差要留翻啲錢，或者係即係少咗好多收入。變咗留低喺香港消費嗰陣已經消費能力唔高，就正得連大陸都一樣。依家全部落嚟清一色，九成九全部都係窮遊，冇啊！冇錢係幫襯下佢呢啲嘅咋。不過你話頭先啲大陸店咧，我成日都諗，喂，有時嗰啲大集團，你先喺上邊，你賺咗啲錢，有幾多人民幣佢落翻自己袋唔知啊嘛。喺香港始終都唔同啲嘢，如果係有咗錢，錢揾嗰啲嘢，即係起碼都真錢咯，係嘛？真係真錢咯，嚇！即係香港係真錢咯。其實咧，你見到呢啲龍咧，其實靠小紅書谷大陸人嚟，有幾多呢啲咁嘅打卡店嘅？其實又真係有幾可，即係咪得罪呢啲鋪頭咧？有幾可真係有品質嘅？是不是、如果有品質的，即是好像我威威，我屌使 Q 賣廣告咩？你啲香港人排大隊啦，日日都好生意噶啦，係咪先？我鄧威威唔抵啊！即其實佢應該係值得係俾人拍曬佢上龍噶。係啊，即個老細，即我好少見到佢啦，即近期更加冇啦。但係係堅好食，有蛇自然香。我諗咁啊，即我哋再講下咁啊嗱，咁啊有啲啊頭先講啦，咁油麻地舊警署。咁啊，影咗香港大學，呢、這個就話俾你聽咧。其實好多人其實係覺得香港啲舊建築好靚嘅。嗱，香港大學好多西式建築啦，油麻地建築係殖民年代，咁啊，政府啲公營嘅建築，再唔係即係譬如我哋以前啊，最初九龍城寨佢拆咗啦。其實好多人係中意影香港啲，譬如九龍呢邊嗰啲唐樓啊，港島嗰啲洋樓啊，即係有騎樓有露台，但係對唔住啦，香港嘅保育，香港去保留翻自己特色啲嘢係好差嘅。你放心啦，冇得拆噶啦，恆基都收檔啊，田生地產都話已經喺度嗌緊救命啦，你想拆都冇人肯收舊樓啊。所以咧嗱，對保育就有幫助嘅，因為你起碼要收要拆啊嘛，係嘛？咁但係而家你仲諗住舊區重建嗱，一係就你政府俾錢，但政府大家都知道啦嚇、發展商係唔會落答噶啦，即係香港咧。反而令到仲有現存嗰少少啦，嚇呢啲咁嘅舊區，即係騎樓啊，各樣嘢仲可以有啦。即係話天然就保育咗，就係你經濟唔好。你經濟唔好就自然保育咗，因為佢唔俾錢啊嘛。嚇、其實就反而仲可以俾我哋望到呢啲啊，去能夠保留翻。嚇、但係當然啦，你冇生意都死㗎。嗱，總統就戲院執笠啦，嚇、嘉禾又執啦，即係話一年之內執咪四年之內香港執咗16間戲院。雖然部分譬如嗰時 UA 線全部執曬，部分有啲新戲院，但係始終都係，唉唔得㗎啦，我再睇下，咁咪唔係個個冇生意嘅。我哋睇人哋一落啊喂，咪一落我用即係講句，即係唔好淨一兩句啦。佢話喂嚇。咁啊，品質好，咁啊，個自然就會爭住嚟食啊！咁啊，排隊啲人都唔會介意噶。咁啊，你唔好乜都賴市道差租貴啊！我哋咪一樣租貴，人工貴啦。佢承認啦，咩全世界都做生意都只香港租貴啦。嗱、中環咁啊，即係人工貴唔貴又睇你點樣睇啦嚇。咁啊，佢話有啲人做到，有啲人做唔到，唔該檢討下自己，唔係怨天尤人，即係好似阿李家超啊。誒咁啲嘢經濟轉型嘅時候實會㗎啦嚇嚇嚇，唔好淨係講呢啲嚇，咁啊唔好淨係怨天尤人，要你自己努力，就好多人流港消費。即其實呢位一樂嘅士頭婆，同李家超啲好品都差唔多。咁我又想問下李家超，成日話經濟轉型必然面對，香港邊忽經濟轉型啊？呢十幾年轉咗啲乜撚嘢？咩又係地產？轉咗執笠咯。嗱有即係金融，係啊，你有咩啫？你轉型乜嘢咧？你高科技啊？人哋都制裁你啦，屌！你晶片又冇咯，人工智能又冇咯，啊，連光纖都去咗台灣咯，係嘛？跟住你仲要不停投訴人，想話禁網咯。咁我問你啦，你啲高科技點嚟咧？搞咩高科技？搞 Apps 都唔掂啊！唔好話搞 Apps 啊，個搞煙花都唔掂啊！你問任永雄，喂你文旅國嗰啲即係搞乜？佢想乜人放個煙花都未放得掂？你搞咩？佢高科技咧？你淨有易通行啊！到依家啲司機都成日屌啦。呢、这個係我呢、这個咧係我咧唯一欣賞嘅立法會議員啊，江玉寬。
即係咧，佢係唯一一個仲講緊人話嘅嘅議員。我成個立法會咧，我冇留意嘅，係佢每一日佢講嘅嘢，我留意嘅啫。即係今時今日咧，佢算最正，即係正常人物，係咪啊？其實講啦，香港係咪喺度走緊國際化？越開越多內地品牌食店同埋零售店，點解顧客要嚟香港唔揀去深圳啦？呢個咪真真正正講緊個問題所在咯。即係你香港唔係第一，你想國際化，你都好多國際資金唔睬你啦，已經係咪？人哋即係咁啊，華爾街佢入報嚇，咁啊即係個總部啊嚇，咁搬咗去新加坡，要搬新加坡，新加坡佢有贏啦。咁啊，第二你睇你香港就好似頭先立嘅一落四六國啦，佢講説話係有道理嘅，即係唔可以話係錯嘅。但你問題成個大環境差曬，你真係喂你以前咁啊同依家相比，同幾年前相比，個股市恆生指數唔使講，所以呢排佢會升翻啲。但你真係成個環境唔同曬㗎啦，即係再唔係以前又你香港仲要不斷將自己咁啊由多元化變成越嚟 越小眾，乜都以上邊馬首是瞻，咁我佢咪搞到咁咯？係咪啊？冇國際化㗎啦，大陸化。當你變成一大陸嘅城市嚟到，你嘅價值喺邊度咧？咁點解會九龍城就係爆啫？九龍城就係爆！我做咗個做咗節一個叫做影評啦，我話九龍城寨能夠爆，甚至喺大陸都爆，唯一嘅問題就係佢唔係拍俾大陸人睇。九龍城寨係香港一個 icon， 係荷里活又好，歐洲又好，日本尤其日本人，佢哋好多嘅 game 嘅場景都係設喺九龍城寨嘅。即係佢哋對九龍城寨嘅好奇心，就是對香港過往的好奇心，令到呢度去爆，包括大陸人，佢哋點解會入場買一日之內五一啦嚇，人哋三億，咁點解會三億咧？就是因為佢哋對香港嘅舊有文化，佢哋嘅本質，三不管地帶究竟係咩嚟，佢哋好奇入去睇，當然套戲好睇，但係永遠都係啦，你要買飛，你都未有口碑嘅時候，佢已經爆咗啦嘛。是不是你看方力申，屌你老尾收740元定74000一日，咁你咪74，咁你74都冇，74係咪？咁你點解？因為你做嘅嘢大陸做到，而香港嘅嘢就係要香港先做到。喂，但係我發覺有個共通點喎，你九龍城寨又好，啲人去廣大影相，又埋幾嚿景處，全部都係港英年代嗰啲嘢，舊風光。你而家先成日講嘛，叫佢講翻香港輝煌嘢啊嘛。咪講80年代、90年代、70年代咯，唔通講依家？講20年，我哋再睇張相呢度仲好笑。呢啲行政會議成員都唔知佢即係佢嘅腦生喺邊度。哇！佢哋唔使用腦嘅。即係佢竟然阿張宇仁啊，就話：哎呀，忽略咗五一黃金周，早啲出招，即係等於咧逢親咧7/11，佢哋又唔知啲飲食界咧，佢帶頭唔知幾多節佢嗰啲咧。喂，我屌你，你咁都忽略，你快啲落台啦！如果係咁，話唔好自己飲食界為咗代表啦。五一黃金周係人都知你食粥食飯，係睇嗰幾日，你竟然係漏咗出招嘅，乜仲要話？不如咁啊，晚晚放煙花喎！喂，晚晚100萬香港咁多錢，問你以為放煙花會吸引人啊？呢啲山寨煙花人哋都話啦，喂，我哋自己屋企放嗰啲啊，或者新年啊，元朗國啊。人哋圍村放嗰啲啊，靚過你10倍一街。你放心啦，嗱，就以星期日啦嚇，又係即係啱啱過去五一啦。其實咪又係天后誕咯。你睇下天后誕嗰33條村，佢放到乒呤乓啷啦，起碼啊唔係太高，我哋仲見到啊，高得滯，我驚你大霧啊、雲啊遮 Q 住添啦。即係咧，張宇仁冇得講嘅，即係點解咧？啊，由頭到尾，佢就代表乜嘢？代表冇良心，刻薄、刻薄寡恩，冇良心。咁但係當然啦，有咁嘅立法會議員，就有咁嘅飲食界，有咁嘅一樂啦，係咪？因為佢哋支持佢，佢先有呢個位噶嘛。咁但係佢嘅代名詞就係刻薄伙計啊嘛，係嘛？咁大家都有目共睹啦。啊，呢啲人點解可以喺飲食界仲今時今日仲可以踩住上嘅咧？其實我真係唔好明白，佢代表到邊一個咧？冇錯，而家個個都喺度嗌曬救命。啊！釣鹽水，跟住呢頭執嗰頭開，你呢頭執，成日都講，喂，今年頭一季我哋香港係取消咗20000多間嘅企業，中小企啊，中小企，即係話你哋有錢人
洗極都免嗰陣，除咗地產商啦，地產商一嚿命，而家林建岳咪嗌撲街咯，阿媽資不抵債，分分再跌啊！佢嘅麗新股票咧，阿賣極都搞唔掂啊！阿林建岳即係話重操當日啊，賣亞洲電視嘅覆轍，因為大好友谷緊。咁但係你唔好以為我哋普通人死，你見到恆基七折，而家又話新鴻基七折，佢七折嘅時候賣樓，即係你二手樓啊五折。嗯，这个未到底喎、哦。跟住下个七折，然之后跟住我唔多对路，我又再七折喎。係咪呀？咁你话啦，当香港最主要嘅交金融嘅地产嘅两样嘢都瓜咗。咁你有咩啫？高杠杆嗰啲全部都嗌死啦。係咪佢冇嘢赖喎，以前仲赖未切辣，係咪咁一辣又切埋。23条有咩辣辣埋。又話拼經濟，我真係睇唔到佢仲有咩藉口可以賴。係啊，唔係啊，不嬲我哋特區政府好勁啊！以前咧，董建華時代，哎呀，港英時代流落嚟嘅炸彈，係咪啊？搞我哋！喂，如果依家廿幾年啦，都未清曬炸彈，你班友廢㗎啦，撲街！係啊，跟住而家就外國勢力，跟住而家23条就震攝咗外國勢力，佢哋唔敢嚟㗎，都走掉曬啦，冇外國勢力。咁你而家就話拼經濟。即係咧，有陣時咧，即係我好幾以前冇咁欣賞啊林康正，我對佢有啲可能唔係咁好嘅睇法。但係近呢幾年咧，因為我自己 Facebook 空嘅，咁我中意睇嗰啲 Facebook 嘅。其實咧，林康正係一個愛香港嘅代表嚟，即係你唔好講咩啦，就係、是、熱愛香港足球啦，熱愛香港文化啦、小店啦、食品啦，甚至有陣時，譬如好似香港漫畫啦，係嘛？即係佢嘅 Facebook 嗰度咧，係充斥住呢啲嘅，甚至佢一啲鋪頭咁去幫襯。喂，我有個問題想問一問。喂，靚煲黃英係咪真係執真係執笠啦？係嘛？點解唔做咧？係生意唔好啊，定係唉心灰意冷咧？租金老實唔係減租，今個時勢都唔減租，唔敢減租做唔到你咁，好多鋪都係咁啦。嗱。張宇仁話噶，唔係租金貴啊，係你人工貴咋，所以執啊，你黐撚線啦！我成日想問張人，你話業界爭取過啲咩啊？不如咁，我哋下一節我哋繼續講。